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的元旦，是新一年的第一天，新年新气象。今天我要用一把新的口琴，一把新的加德瑞口琴来吹奏一首曲子，为节日呢增添一点气氛。对我而言，我之前从来没有吹过加德瑞口琴，第一次拿到，我看看这把加德瑞口琴，它的外观，它比较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吹嘴部分啊，它这个吹嘴部分比较突出，有点圆弧的感觉，它的盖板呢在比较低的位置，这个是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它的造型，它的这个盖板呢，它这个上下盖板也比较薄，它的角度啊倾斜不大，角度比较小，这样的话呢就比较适合多齿口琴吹奏。总的来说第一印象不错。那么它的音色如何呢？下面我借用这把加德瑞口琴来吹奏一首生活是这样美好，希望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。因为这首曲子呢有半音，所以呢我要用到两把口琴，再加一把口琴。